集前封九店加州福星顺利埋最后一集京京千里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场二班一千直路赛七大热准备好，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咁啊前面快噶嘛，最入啊粉红眼罩慢马奔腾啊，外栏位置有加州福星咧，同埋呢只咧就力险家，咁啊再中间咧就狮子冲啊，蓝衫京京千里，红衫最入咧就运来宝宝第六位啊，紫色眼罩有呢只彪形猛汉，后啲先见到咧就晋王彩都喺后边外栏粉红衫嗰只啊，中间晚风咧入边就激上，再后边先见到马匹有朋友仔月影啊，咁啊同埋剑追风包尾英勇大师，一半路程入边就呢个京京千里，数翻中间咧就狮子冲，外面加州福星，咁第四位嘅马咧，仲有入边黄衫骑上去就彪形猛汉，马林中间追嘅马仲有运来宝宝，再后边就朋友仔，最后二百彪形猛汉喺中间占先，最入万马奔腾，外栏位置仲有加州福星，最入咧仲有英勇大师，中间运来宝宝上紧嚟接近终点，万马奔腾赢直路赛跑第二名，彪形猛汉第三名，英勇大师第四名咧就嗰只激上啊，咁啊结果呢只万马奔腾。咁可能揸住啲较为长路程嗰种支持呢，缩落嚟一千都能够爆冷啊，跑第二名彪形猛汉，咁第三名呢就英勇大师，第四名系激上啊，又嚟啊一只巨人杀手啊，又胜出咯，呢只五号嘅慢慢奔腾啊，赖维明咁爆咗个冷门嘅，跑第二名，七号嘅彪形猛汉啦，莫雷拉第三名呢就系十号嘅英勇大师李宝利啊，第四名九号激上啊，田泰安，咁啊恭喜晒赖维明啊！有个预计嘅名次啊，系啦，咁我哋十九啊，等紧预计嘅派彩啦，好啦，有啦，跑第一名咧，五号嘅万马奔腾啊，赎赢派378蚊，位置派98.5，跑第二名七号彪形猛汉，位置派12.5，跑第三名十号英勇大师，位置派66.5，连赢位五搭七派573蚊，三重彩五号、七号、十号顺序派21,063蚊，单 T 派2,460蚊，位置 Q 五搭七派173蚊，五搭十派529蚊，七搭十派100.5，跑第四名系九号嘅激上。慢慢奔腾咧，次次都冷门就会先会跑出嚟嘅。好，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啦，勝出組合 A3 其他冷門派45蚊。季內見過啦，殺低咗平湖之星50-50，突如其來咁啊一場，呢啲真係巨人殺手嚟，冇講錯。呢場就彪形猛漢啦，截住只啊！八歲馬啊！今日90分啊，再贏多一邊。係啊，即係騎師啊，個個都可以贏嘅。四分三馬位啊，最後勝出。今季第三 win 啊，呢只萬馬奔騰。佢呢只係。閣下個愛區咁就豐收啦，次次都支持佢啊！賴維明咧就今季第四 win 啊！
恭喜晒马主啊，团体马嚟嘅。咪比如晚看都交翻出水準啦，咪反而咧就加州福星咁啊，第一次跑直路就麻麻地演出啊，咪京京千里嗰啲就拱出嚟，翻到嚟拉屎就冇力啦。運來寶寶都阻咗好耐啊，都要立碑。好，影翻張合照先。好啦，有四连环预计派彩，五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号，派4539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五号、七号、十号、九号，顺序派199358元。好啦，骑师王有预计赛果啦，骑师编号一号嘅莫雷拉啦，分数咧就46分嘅。好啦，翻嚟见到赖维铭复榜啊！好，睇翻个巡逻影片先。起步咁啊，大家都算齐啦，稍微慢脚啲就嗰只月影啦前边啦，咁啊好多马走啊，加州福星啦、力险家啦，中间位置京京千里、狮子冲、运来宝宝五只马就快嘅。喺呢五只马后边就彪形猛汉啦，同埋万马奔腾啦，后边就晚风、晋王彩、激上。尾四位置朋友仔，尾三就系月影啦，尾二位置剑追风，堕后咗就系英勇大师。我又估唔到京京千里可以快到摆头走噶，咁啊向来都系稍留稳遮挡咧，就冲得比较好啲嘅。咁啊，依场唔好捉得准啦。咁啊，头马依家都喺镜头左边第二只粉红山罩嘅。咁啊，早段中间位咁啊，拉屎咧都越走越起劲，赢亲你都系好似唔好相信咁。晋王彩喺加州福星后边都系唔好爆啊，都系。激上啊，逐步好啊，不过缩晒二只马都。好啦，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五搭七派173元，五搭十派529元，七搭十派100.5元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三其他冷门派45元。四连环五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号派4539元。四重彩五号、七号、十号、九号顺序派199358元。孖宝派彩，头关五号，尾关五号，派11247.5元。头关五号，尾关七号，安慰奖派276元。骑师王有最后赛果啦，就系骑师编号一号嘅莫雷拉啊，分数系46分啊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03，第二段20秒19，末段22秒23，總時間55秒45。